一口春鲜赛神仙，错过这口等一年。春季的一些美食，它是就要吃这个春季这一季。头茶木须赛黄金，两吃做法过足瘾。做两个菜买一赠一啊，一个肉汤圆，一个鸡蛋饼。闽菜大厨有绝招，羊肚菌配春笋，鲜上加鲜。山与海的结合，特别完美。最美不过一口春鲜，回家吃饭，一起尝尝春天的味道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虽说是春眠不觉晓，只有那桃仁儿才高眠。累死我了啊！哎，这歌声太好听了。是吗？哎呦，我听着歌声我就不禁翩翩起舞，虽然舞蹈有点惨不忍睹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做饭的美食达人古永琴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闽南菜大厨周金水，大家可以叫我阿水。所以古阿姨，咱们这个春天到了，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美食？对，带来一个咱们春天的应季的野菜。哦，因为歌声当中有春，所以今天带来一个春天应季的美食。对，今天呢带来的这是春天这个。哦，这个哎，对，这是豆苗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大厨看看，大厨看看，我还真以为是豆苗，是吧？原来它不是豆苗，很像豆苗，但是仔细一瞧，它又不是豆苗，到底是什么？这是苜蓿。苜蓿，苜蓿，这个西北比较多。哦、这是春天第一茬苜蓿，赛黄金呢。哇！苜蓿俗称金花菜，草头是最不容错过的春鲜之一。每年的四月前后是食用苜蓿最好的时间。此时的苜蓿口感鲜嫩，味道最为清香鲜美。它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常见做法有酒香草头、草头圈子，北方还常用于做馅儿。咱今天用这个苜蓿呢，搁点肉呢，咱们就包一个菜的汤圆儿。还有一个呢，咱们拿这个烙一个鸡蛋饼。哇，做两个菜买一赠一啊，一个肉汤圆，一个鸡蛋饼。对，这苜蓿大厨吃过吗？还真没吃过。还真没吃过。对，所以大厨春天了，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吃的？我们带来的这个春笋，还有这个羊肚菌，每年的羊肚菌是三月这个时候是最好，刚刚上市的这个时候。哇，春天春鲜就要到嘴里了，一边呢尝一尝北方应季的野菜，然后一边呢尝一尝南方的应季的美食，两者呀到底都有什么春味的密码，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。古阿姨，咱们边做边说吧。行，那咱就先做上水，先做上水，咱先焯菜，因为苜蓿呢焯一下去除了这个苦涩味儿。春天是生发的季节，对，这个春风也刮起来了，这个温度也上升了，人就像这个小草，哎，对吧？感觉就复苏起来，伸伸懒腰就开始生发了，复苏了。其实野菜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到了冬季呢，它可能是在保养。是吧，到了春季就发芽儿，所以春季的一些美食它是就要吃这个春季这一季。当然了，这个我们特别想把这个春菜能不能有办法把它保存起来。可以，你比方说这个是最简单的，咱们就把它拿开水焯了，焯烫了，把这个水攥了以后呢，它弄成一团一团的，给它放到塑料袋里，搁到冷冻里面，搁到冰箱冷冻，冷冻你可以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化，你就可以加工，你愿意剁馅儿剁馅儿，你愿意做菜饼菜饼都可以。咱们南方保护这春鲜有什么办法？其实一般的话拿来的话，就像比如说笋，那有人都做成这种酸笋，酸笋哦，还有做成这种的盐浴笋，盐就放盐来泡的这种笋，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更久嘛。就这样的话会比较多。明白，就是各地都有各地把春锁住的办法哈。今天我们一边做呢，一边可以学习一下新鲜的春味怎么做，然后也可以把这个春味锁住了，在家里怎么做，一块聊一聊。
这水差不多烧开了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放里面了？对，稍微加一点点盐，让这个绿色保持得更好。而且加了盐下去保存起来，它会放得更久，因为盐本身它可以杀菌的。其实我们今天做的只是春鲜的几种啊，所有的绿叶菜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拿盐焯水。下点盐水再焯，对。春天啊，一定要开始吃野菜了，因为春鲜一定要把握时机，所以要学习谷阿姨这种烹饪方式，加一些盐，既能去除一些我们不想要的物质，又能长期保存。把它攥干，攥干了，然后咱们剁馅儿。哦，剁馅儿。你看现在啊，我们讲究叫吃春鲜，就是它是一个只有在春季才能应景。那其实呢，在过去来说，这个食材是不太值钱的，是吧，谷阿姨？对，过去野菜吧，地里头都是自己可以随便去挖去，你不用花钱呀。而且就是过去来说，可能这个野菜不光是当菜吃，好像连当主食。对，因为你粮食没有那么丰富嘛，你要一部分吃饭的话，就有一部分拿菜掺到里边，去代替一些主食来吃，既是菜又是主饭。又是饭。接下来咱们是拌馅了。不是拌馅，我这要稍微剁一下。好。好了，咱们来和肉馅。好嘞，咱先调肉馅。好，用不了放那么多，放一半就够了。咱先放点花雕酒，搁一点鸡精，放点盐。咱们来一点油，因为野菜它是比较吸油的。你要如果是油小了呢，这野菜吃的发柴。你肉多一点呢，油大一点，它这个把这个野菜的那个柴劲儿就能整一些。明白了。所以总结起来，如果想做好菜汤圆，一定要多放油，这样菜才会香，就口感会好一点。口感会好一点。好了，咱们就可以包了。可以包了。咱们这个是糯米粉。提前我把它给和了一下。大概是一斤糯米粉呢加半斤水。就是你和了以后感觉到，你看这样攥起来，你要搓的话，你看能搓圆它。这就是汤圆那个皮儿是吧？对，就是汤圆皮儿。这就跟包汤圆差不多。好，那您包一个，我们跟您学学。要是露馅了怎么办？我这个露馅了就露着吃。露着吃。露着吃。你看，就这样把它捏成个饼。我们这个能像元宵那滚的吗？这个不能滚，你元宵是那个糖凝固性的，然后去拿干粉去滚。你这你怎么滚呀？你这个肉馅怎么让它成坨呢？因为在我们闽南的地区的话，元宵我们就是拿来滚的。是，你的元宵是滚的。你这个汤圆就不能滚。我以为你这个也能滚。你馅儿是稀的，你怎么滚呀？你这个馅儿成不了坨儿。我这个怎么会粘手了？你都不会粘手啊？那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看，这不就是好了一个？他欺负我。谷阿姨，你刚才说漏了是漏着吃是吗？我看我要加一点，还真的是。谷阿姨没漏，是你漏了。我漏了，我给他补一补。你给他补一块。怎么样，二大厨包这个汤圆感觉怎么样？不好包。不好包，很难，我觉得。其实很正常，因为那个一行有一行的专业性嘛。咱们反正跟着谷阿姨，咱学学。好。先把它团。先团，用力，要不要用力团？我用力团，对，你不用力团，它会散。它这个水分吧，好像你团了以后，它才出水分。要不然它就是干的了。你看这样呢，然后你再把它给捏成一个饼，让它中间厚一点。中间要厚。对，边上要薄一点。边上要薄。对，中间要厚，边上要薄。这样馅儿才不容易漏。对，这样你看蹲一蹲。你看蹲一蹲。对，好，你看蹲一蹲，然后对它这个边儿就这样，就你看它就合上了。然后合上了以后，你这样转一下，就让这个馅儿在里面紧实一点。明白了。看，漂亮。谷阿姨，你看一下，不错啊，到底是大厨啊，学东西真快，应该有50分哈。哎呀，80-90分都没问题了。你这分给高了，我会那这个给你，我会骄傲的。好了，那咱们说着话，这水也开了。
把锅搅一下，给我那个，让它水有点转起来，不会粘是吗？嗯，要不然它就粘到锅底下了。啊，这个就特别像咱们在家里煮元宵的样子哈。差不多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嗯，然后盖上锅。哦，盖上盖。盖上锅盖。那菜汤圆还没有熟，我们呢先煮着，让谷阿姨啊帮我们忙活下一个菜。鸡蛋野菜饼。嗯。来两个鸡蛋。几个？两个。俩就行，俩就够了，太多，俩够吗？那你要觉得想吃鸡蛋，就多放点呗，多放一个吧，嗯，三个好了，过瘾，够了，加点酒，哦，鸡蛋里加花雕酒，这有什么作用？去腥啊，嗯。菜。咱把这个斩了几刀的这个苜蓿，嗯，放到里头。好，刚才说了，这个苜蓿啊，不用斩得太碎。对，因为它本身这个苜蓿的这个茎啊就很细，你吃到嘴里头不至于像有的那个菜比较特别粗壮哈。其实这个苜蓿蛋饼也是北方的一个特有的菜，好像有点类似于那个叫鹅阿尖，是不是？对，鹅阿尖，对，其实有点近似。有点是，但是呢，我们放的是这种野菜。咱们加点盐。哦，谷阿姨，我们带点咸味吗？敞开盖儿。敞开。对，再点点水，稍微再煮一会儿。火要关吗？等一下。因为咱们这是肉馅儿的，你就说得给它煮透了。对，你怕肉馅儿没太熟。火还是开大火吧。它再开了就可以了。我要回去再稍微再改一下，如果是再回去再加点这个海鲜下去。所以咱们以后闽南菜里面可以和北方的野菜来混合一下，搁点葱花吧。好。谷阿姨，菜饼这个做法您做了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做了很多年了，每次吃都味道都有点不同，总有个新收获。随心所欲，你自己的那个根据自己的想法，每次都可以变个新花样，那你就吃就有新鲜感。哎，所以说咱们虽然是同样做法的野菜饼，每年春天都会做，但是每次味道都不同啊，就是因为谷阿姨更热爱生活，会往这个菜饼里面加入更多的美食。这个绿的像不像翡翠？是，特别漂亮。拿个盘吧，起火。出锅了。出锅了。菜饼一张，好，咱们那菜汤圆也好了，对，可以盛了，来盛出来吧。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呢？我们马上品尝，跟您分享。嗯，没什么怪味吧？这真的，也不苦涩，吃到嘴里挺好吃吧？我觉得挺怪的。怪好吃的，嗯，因为苜蓿菜呀、啊，其实它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苦涩味儿，但是经过谷阿姨的操作呢，完全没有这个菜的涩味儿。咱们尝一尝这个菜汤圆。黏吗？嗯，黏的，香的，因为还有一股清香味儿，还有个肉香味儿。对，我建议这么好吃的这个馅儿，下回一定要加一些海鲜在里面。比如加一些虾在里面，一定会特别鲜。有我在，离不开海。离不开海，对呀、啊。苜蓿加盐焯水后捞出，剁碎做成馅儿备用。糯米面团做成汤圆皮，包上苜蓿馅儿，搓成汤圆，下锅煮熟，苜蓿汤圆就做好了。鸡蛋中苜蓿面粉搅匀调味后，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苜蓿蛋饼就做好了。画重点，苜蓿焯水可以去除苦涩味和草酸。接下来我们尝一尝闽南的味道，用的呢是我们闽南的春笋，加上这个羊肚菌。那么今天做这个两个的结合呢，其实笋肯定是春天了，羊肚菌那刚好是现在刚上市的这个季节。那么选笋它肯定是很关键，一定要选嫩的。其实选笋很简单哈，首先它看的整个的新鲜程度能够看得出来，但是眼睛可能会容易骗，但你的手骗不了，你用指甲轻轻掐。哦，它能够掐得进去，你看一掐就能掐进去。对，嗯，来看看，哎，真的。对，这个说明它足够嫩是吧？是是是。哦、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羊肚菌。
羊肚菌的话，首先我们要清洗一下啊，我们选用我们想要用的个头，因为毕竟我们要酿一些东西进去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跟海鲜的一个结合哦，把这虾仁做成馅料虾胶，把它酿到里面去。哦，明白。然后两个再来炒。好。那我们是用温水还是用冷水？冷水就可以。冷水就可以。好，给它倒上一点。把上面表面的那个浮土啊，还有一些表面的东西给它清洗掉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嗯，就是清洗过之后，它能表面上看不见任何杂质。没错啊，因为它是在土里面长起来的，它在长出来的过程当中，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种杂质的话，就粘在上面去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洗掉。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就是了，我们把头切掉部分，因为它也是会有的，有点杂质哈。是，而且这个头它可能也会硬一些。影响口感。吃这个的话有两种做法，喜欢做汤或者做蒸的，可以把东西直接灌进去。那么我们今天来做炒的，我们就不能直接灌，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虾的这个鲜味把它煎一下激发出来，所以我们把它一开二，把东西直接酿到上面来。哦，这样的。对对对，它这帽头里边是空的，是吧？是，对，我还以为实的呢。我以为是空的，空的。而且一闻这个香味特别足。就是那种菌类的那种菌类的香味儿哈、嗯、这种很特殊这种菌菇的香味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的话是把这个虾仁把它制成虾胶，嗯，是我们切成颗粒状，哦，然后再把它打成这个虾胶，嗯，这样你的话吃起来它口感会更好。好，切就切好了，现在就把它打到它齿胶、嗯、那其中这里面要加一点点小的姜米，另外的话我们要下点盐、嗯、胡椒粉，然后把它搅拌，一定要顺一个方向来、嗯、另外的话就一定要把它摔打。还要需要加一点淀粉，好，加上这个蛋清，加入这个猪肥膘，继续搅打成汁儿，对，放入淀粉和蛋清，就是让这虾胶啊增稠，很明显感觉它上劲儿了，没错。这厨大概打多久能打到您这种程度？要打个8到10分钟才能起到这样起胶的感觉。你看这整个起胶，起完胶后一定要把它摔打，嗯，这一步很关键。哦。对，让它的虾胶的话就更紧实一点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是可以让这个馅儿的吗？对对，现在就开始酿羊肚菌。关键一步的话，这羊肚菌我们必须要拍一点粉，这一步很关键哈。所以让它这作用是什么？让它的虾胶的话，就是在烹制煎制的过程当中的话，不会脱离。嗯啊，这样呢，它是和食物啊能连接在一起。对的，没错，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。对。我弄完这个我们一起来哈、啊、嗯，刚好那个笋也是需要的，那笋也是像这样的加工吗？对，也是这样放肉馅的吗？对对对。好、嗯、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虾胶酿在羊肚菌里，那咱们大家一起动手。好，吃这个的话、这个、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刚才做那个汤圆一样？嗯，这个粘度不错哦，粘度不错哈、哦，嗯，就这个馅儿打得好，笋也是一样，这样你的做法。那么我这边我就先处理这个笋，好吧？好，啊，这个笋也是抓了这个干淀粉，功夫菜。嗯，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，好吃不好做，好做不好吃。嗯，就像刚才你做这个汤圆一样。我觉得今天让我耳目一新的是，这个虾胶它颗粒感特别强。嗯，以前的虾胶往往可能它都会比较稀，但这种颗粒感的，我相信口感一定会特别的好。这粘度比较合适。对。这个竹笋也可以。对对对对，这竹笋也是一样的做法。这个比那个好弄点。这个就大胆的来。最后一个馅儿也酿进去了。对，那我们这羊肚菌和笋的馅儿都已经酿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把它做熟。我这边给您起锅烧油。 OK 啊，让它更快一点。我两边锅可以煎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。嗯，我们喜欢加一点点芝麻油，小量就好了、嗯、因为多它会抢味，就把我们的羊肚菌
哦，要朝下放进去。对，把这个下面的这个馅料煎它。这边也好了，还有这个笋，所以是朝下。对，也是朝下。煎至它金黄色的，然后金黄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翻面了。对，然后在另外一边把它稍煎一煎，因为菇类的话，毕竟它还是生的嘛。让它这个味道的话，就让它激发的香味出来。明白。啊，它另外一边一出来，它颜色就很漂亮。谷阿姨怎么样？感觉看着是不是就特别有食欲？香味已经出来了。我觉得这是春天带给的美好，只有春季才能有这么好的新鲜的食材。对，是吧？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对了，吃最鲜的也在于春。对。哦，这周大叔今天这左右开工了啊。可不。所以一会儿这个菜应该熟的也是比较快的。对，只要把里边酿的馅儿熟了，这道菜就熟了。好，已经煎好了，我们调一个调味汁，蚝油，生抽，小量老抽，还有香油，盐小量加一点就好了，胡椒粉加小一点，加一点鸡精，搅匀。对对。好，最后一步了，我们现在把锅先烧热，然后这里面呢，我们再下一点洋葱粒，一点小姜米，还有蒜泥，把它爆香，炒香就可以了啊。炒香，然后倒入一点点的油，然后再把刚才煎好那些下来放进去，然后倒入这个调味汁。好。哇，这香味扑鼻啊，朋友们，有点馋了吧？当然了，这个味道不光是这个虾肉的味道，还有那个羊肚菌和笋的那个味道，这个几种味道融合起来，这就是春天的味道吧。最后再下入一点点的花雕酒，不需要多哈。直接到菜的话，它是很干香，不需要勾芡的啊。当然，如果炒的不好，它会出水。好，这道菜就完成了。完成了，哇，这个菜就出锅了，颜色不错啊。就是我记忆当中小的时候，在春天老有一道菜叫时节时蔬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呢，蔬菜一定要这个时间吃，这道菜应该更好吃。真的有烟火味啊，煎出来的。那个。羊肚菌的那个香味儿特别脆，而且它有那个蘑菇的香味儿，可以说是满嘴留香，满嘴都是那种蘑菇的香味儿。笋子也好吃，但是笋太棒了，脆的。笋和这个虾加在一起是绝配呀、啊。虾也是弹的，那个笋也是脆的，对，在一块又弹牙又脆，能吃出那种特别清脆的感觉。这是其实这么简单一道菜，在春天里你就能吃得到，而且它是那个山与海的结合。特别完美。虾仁切成颗粒，调味后打成虾胶，羊肚菌和笋内部抹淀粉，让入虾胶，锅中下入辅料煸香，倒入碗汁，倒入煎好的羊肚菌和笋，春意盎然就做好了。划重点，羊肚菌和春笋内补抹淀粉，防止虾线脱落。早饭不知道吃什么，来这么一张菜饼。就是晚饭我不能吃它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你说只能早餐吃。就是周大厨说这个不是省事儿吗？早上。周大厨比较幽默，属于幽默未遂。我还想说，这个想要这个身体更好一点的话，我早晚我都想吃。对，你看晚上吃完，身体这个负担不用那么多。